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生的，經過3年零8個月很艱難的時代，所以到和平之後呢，我繼續讀書已經是很開心的了。當時香港那個制度呢，不說大學，就算中學小學都好，沒有政府資助的，就如果你家庭環境不是很好，就沒有機會讀大學的了。我一早呢，我就已經對公開大學的個理念呢就很欣賞，理由就是很多人在我自己見到的，他有什麼能力讀大學，但是家裡沒有錢給他讀大學，他就永遠讀不到大學。應該有一個靈活一點的高等教育的制度來做幫助這些人，令他們如果損失了第一次入大學的機會，可以有第二次的機會。現在的年輕人呢就很僥倖，香港雖然教育方面有得救病，但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呢 很多元化，有自負盈虧的大學啦、私立的啦，也都有公開大學一個彈性的學習的機會啦。每個人跟不同的年代呢就做不同的崗位，你知我就是一路這麼多年，1953年畢業之後做了一年實習，一路都在香港大學服務，現在當然是退了休了。但是我在大學方面呢做的時候是做畢業沒多久，主要就做看病人啦，一個醫療工作啦，遲下就預整要教多些書啦，再遲下呢就到80年代尾、90年代初就做多啲行政嘅工作啦。咁所以跟每個人嘅崗位唔同咧，你認為需要你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做認為你自己可以做嘅嘢。我覺得如果你想自己做得快樂又成功咧，一定要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我想寬以待人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經常都記得人家有哪些東西對你不住，或者你自己施了恩惠給人，你希望人家報答你，你就永遠都不會開心的。香港的醫護界呢實在是經過 SARS 一役之後就舉世聞名的了。在 SARS 那一役呢，啲護士同埋啲醫生呢甚至冒自己生命危險都繼續緊守佢嘅崗位，做佢治療病人嘅神聖嘅工作。你每日都要盡量應用自己的時間，就發展自己的所能，就是幫助別人，那你會覺得很開心的。